我爸爸的疼惜是这种感觉。爸，你给我很有安全感的，多谢你。阿姐，你是我的女儿呢，爸爸保护女儿本来就是应该的，说什么多谢。阿姐，爸有事情要问你，现在你跟云的关系变得这么坏，之前你两个没什么交情，现在现在又变成跟弟弟一样，敢讲只是因为你阿妈较疼惜云云，伊就介有定当，还是讲你有什么误会？你甲爸讲，爸想办法替你化解。因为我是代替伊的身份，我只是一个假公主，伊当然嘛看我袂起，处处甲我糟蹋。万一我讲破，爸若是知影方云云才是伊的查某囝，伊就袂阁再保护我。啊，毕竟伊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我啥物拢毋是啊。我只是一个捡着破烂的活人。是啊，老婆，你嘛唔通过咧咁啊艰苦啦，有啥物委屈咯，甲爸讲啊。真无啦，啊！我甲方云，阮两个人哦，就互相看袂顺眼，啊！我就怨到阿妈较疼惜伊，所以哦，常常甲伊起冤家。啊，方云起笑过，伊的情绪反应较大啦。啊，不过我今摆有爸的保护，我就袂惊。敢真正只是安尼？是啦，真的啦，爸。老婆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这个老公哦，给你靠啊。好了，阿姐，今晚可再休困嘞。观众，你要随时注意阿姐状况，伊食的药啊，唔知是不是副作用，哎呀，好好观察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会啦。嗯。爸，晚安。晚安。我的药皮，婚姻已经收起，甲伊的药皮白做伙。安尼是咧创啥？我也袂当甲伊讲，我就是安吉啊。你的玉佩出特别呢，那也是两地甲做伙啊。这是我，我一个好朋友安吉，这是留给我最后的物件，这对我来讲。真重要。文雅，是的，咱的未完待续是注定袂有结果。我有爱你的心，却已经无爱你的命。阿姐，我今天就收你。可是今麦个话呢？可能我今麦这个朋友，你连想起这边话，那个情绪怎个变安尼？已经失去一部分的记忆啊！结果，结果因为安尼，我跳过伊，替他刺激伊伤害伊。文雅。文雅姐，你哪会来看安杰小姑姑？哦，我拄转来台湾啦，就想讲来看一下安杰。
安姐，我先来走，别用心，我一定定来看你的。文瑶，你袂当阁活伫过去啊！你一定爱向前行，安尼才会用钱。因为罗安杰已经无活伫这世间上啊！咱的未完待续。可是这永远都无法度完成愿望。